整天累的样子，看新闻啊，卡通看整天了，看新闻。哎呀，普棒摕去报啦！哎呦，哎呦，看新闻啦！咧咧咧咧咧咧咧。日围解封，那就包含了像是餐厅啊、电影院等等，然后开始适度的放宽。经公布，七月十三号围解封，健身房等部分场所有条件开放。不过这张公告，哎呦，不要围解封啊，未来去红烧一下呀。那室内外的运动场所，这个是开放的。那但是有，哦，未来去健身房多人运动，请小心咯，弟弟扑咧一下。教练课也要遵守规则，教练也佩戴面罩或是瀑布镜，以示范指导，实在碰触也不能进行运动按摩或是接触性辅助伸展等等。教练说，哼，安尼就无法度救命救命啊！距离有当然是可不可以啊，接个吻我也不反对了哈，哎，那我相信是可以的，然后可以啊，对，那是姐妹啊，小小拍麻将，身家不到五人，嘿嘿嘿，桌上游泳。喂，洪水，别拍歪了啦。喂，姐，喝啊。是延长管制，跟麻将桌要有 1.5 公尺了，维持一个社交距离，然后隔天要用隔板戴口罩，然后不得赌博。啊，未当桌上游泳啊，啊，过去来下海来碰巧了。啊，蓝天绿水也很好啊，对不对哈？但是不可以下海，而且呢，你户外运动场所开放，但是呢，你是禁止三对三的动。啊，下海嘛，未使。啊，规矩啦，吃土来冲凉啊，上山灵修，感情好啊。宗教场所也暂时不开放。哎呦，差死了，唔耐烦啦！哎，韦姐哦，要进来甲这朋友送回幼稚园，烦死啊！严查不得营业之休闲娱乐场所，各级学校、幼儿园、儿童课照中心及补习班维持现行的机制。哎呦，别气笑，别气笑，我给你查规工啦！我未当上早啊，你还无补助啊，无钱啊，你阿妈都我就给他做一下啦！哎呦呀，上课不行，看电影却可以，不能把小孩送去补习班，那就送去健身房吧。我没去笑，没去笑，我疯啊！咦咦咦，韦姐疯啦！啊，韦姐疯啦！以上韦解封为博君一笑，韦解封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疫哦，记得哦。